那肯定是有，就是我是觉得演员是肯定要二度创作的，剧本是一方面，然后导演是一方面，自己如果不赋予他很多很真实的情感的话，他这个人物大家看起来就不会鲜活。现在的武器其实挺内卷的，出现了一些风景，或者是你的那种吐槽性格以后的那种霸王硬上弓稳，你拍武器的时候跟这些剧导演之间沟通角度或者是画面美观这种。其实说实话，我有时候在演戏的时候可能不太能清楚的知道说自己在什么角度是最好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当下你就是觉得那样回头是最顺的，那样跟他说话是最顺的，所以我不太会在乎到角度问题。但有时候像一些很多唯美的画面，那个导演和摄影其实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们两个在这个光影下你们要站到什么样的角度是我需要呈现出来的那个画面，其实他们就会告诉我们。